其实很小力而已哦，我们稍微输就有一些声音了，其实没有很大力。看小毛球，轻轻轻轻，哎，开卡。看你的肚子很肮脏，一直不要让我输肚子。OK， 投。看吧看吧，很牛的家伙，这叫做图图。今天要洗澡了，不要玩了。Oh no！ 你很肮脏了。来，我们要洗澡咯。你看满身都是。好，来，我们要洗澡了。首先我们要准备的用具有椰子油，如果橄榄油也是可以哦。然后婴儿沐浴露，比较不刺激皮肤的。然后牙刷、指甲剪，它的对它来说的浴巾，然后棉花棒。 OK， 现在我们要开始来洗澡啦。首先把图图进来这里，开水，水温要很好哦，不要太烧也不要太冷哦，慢慢的加下去。不要逃走啊，泡一泡先，尽量水温不要超过他的肚子这一点。泡一泡，看看他的污迹已经开始不见了。看你的屁股，不要了不要了，叮叮叮，这边也是很肮脏啊，看掉了，小心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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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洗好先。我们首先先用清水先，看那个水很肮脏哦，这应该是白色的，为什么是黑色？你一直在玩，来站好。站好站好，然后滴一点点沐浴露，一点点就好了。香香香香。在洗手盆洗的好处就是，如果水温太高或者是水位太高，你就可以马上放水，这是比较安全，而且比较高，它不容易爬出去。尽量耳朵不要冲水哦。好，准备刷子，他很喜欢梳哦。嗯，来站好，我们来梳梳。好好好，好，下来下来下来，不喜欢他好好。舒舒，屁股也舒舒，最主要是头。其实很小力而已哦，我们稍微输就有一些声音了，其实没有很大力。看小毛球，轻轻轻轻，哎，开卡。看你的肚子很肮脏，一直不要让我输肚子。OK， 投。OK， 好了，投这只很长。哈哈哈。